TV7 和新传媒联手打造的第十部本地中文连续剧《都市恋人》的追逐终于开镜啦！这一次的演员阵容庞大，有来自新加坡的著名艺人郭菲丽、王爱玲、阿杜，以及本地艺人黄轩贤、谢文慧及谢家健。一众艺人和拍摄队伍在导演的率领下烧香拜拜，祈求拍摄顺利。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听听演员们对这部新剧有什么期待。这次都是蛮大的阵容啊，对，而且整个剧里面呢，我为什么会来拍是因为我蛮喜欢里面的剧，对，一些的故事性啊发生在每一个人的身上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部戏，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就是一个亚洲的，就是就是好像 Sex and the City 的版本，不过当然是谈感情，没有就是没有比较就是比较 sex 的那一面。